你觉得这样做对他公平吗？我这样做对他可能是不公平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这样做？为什么还不肯回到他身边呢？很多事情不是用道理能解释清楚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送一个临危的产妇到医院，央求你们抢救。当时你明明已经下班了，可是你还是回来了解情况，最后冒着风险救活了他们母子。你当时怎么想？声声地叫着夏天，草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。